早安，今天乳妈要来做松饼，这是乳妈在网络上买的日清松饼粉，这个里面会有三包，准备一个盆子，这个要打入一颗全蛋，然后要倒鲜奶。把这个鸡蛋跟牛奶搅拌，松饼粉，还不错。我们可能多一个副业了，以后可以开早餐店。妈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去后面了，去啊。然后，干嘛啦，宝贝啊？我在做节制的早餐啊，这个你不能吃啊，你不喜欢吃啊，你不喜欢吃肉吗？哎，我记得好像这可以画自己画形状哎，好像是这样。它的那个表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气孔。咪酱，你在干嘛？爱你哦。哦，喷喷喷喷喷喷喷，这个可以翻面的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可爱哟、哦！哇，你家。吃光光了，咪咪酱。三个啦，三个而已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它这个很像那个鸡蛋糕的味道，大家去。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小朋友肚子饿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先闭上眼睛。眼睛，哇！这是什么松饼吗？松饼， okay, 不知道里面长怎样。这不是你买的？没有，这是我做的。这是你做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做的、啊。我先把这个放到这个盘子上，因为我要这个。你做爱心啊？哇，爱心哎！
吃吃看，我妈第一次做的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很好吃吗？哦，看。跟我妹比起来。蝴蝶。啊，还把它拿回去了。你们不是都会去那个晨间厨房吃那个松饼？妈妈在早餐准备好了，噔噔，好漂亮！我要跟你装饰。这个是我妈做的草莓果酱，就是你做的。啊，真好，一早起来就有好吃的东西。妹妹家，换你吧。就你要不要把像我在这两？你们可以加那个草莓哦。先这样吃早餐了哈，好了，我也生完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好，下次妈妈做两个好不好？做两个到里面装饰。哇，她眼睛好高哦，比耳朵还高。哇，漂亮啊！你们是这是面包超人，应该是那个文尼熊是不是？面包超人。你好。哦，你长得玩球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我正在玩。好可爱哦。上去，弄好了。来，你是早餐搞不懂你的诉求了，米奇啊，怎么可以吃那么多早餐？干嘛？吃早餐。然后这样子去弄它，牙齿哦，然后这样把它弄上来。你要咬人啦！我是看你的牙齿啦。我们的史蒂奇那边我们吃光光了。史蒂奇，那名就是维尼熊。好，那你们觉得蜂蜜加蜂蜜的好吃，还是加草莓的好吃？我觉得都很好吃。我还没吃哎。我要把它这耳朵切掉，再把它变成圆形。大爷的。吃结果都还没吃啊！这个是妈妈的，我吃吃看。结果就被我吃光光了。你看着，你看这样子看着我的这个，嘿，小熊。小熊。耶、yeah, ，我把它切圆了。但好像不太圆。于是你看，不太圆。圆。现在你做的是什么？你怎么单吃草莓？那你做的是什么啊？这个是眼睛、鼻子。姐姐她在吃什么呢？吃光光了。你今天我今天吃光光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单吃草莓酱，我喜欢单吃。嗯，单吃很好吃呢。嗯好，你们吃饭，马上去工作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吃饭。